毕业的前三天，伫咱过地过高有一个尾顶夜巡的活动。啊，这个夜巡基本上就是巡城头，就是啊，守卫师要来啊，要求平安。那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，啊，所以愈做愈大哈。那咱的啊，前县政府文官局啊，那特别也策划了很多的活动，那希望能够带动这种传统民俗的文化，大家求平安，大家让顺利度过守卫师啊啊这种啊神圣的活动。啊，所以当当我拢会来参加。啊，伫咱建德宫，啊，伫咱土公的指导之下，大家开始啊，做归都假顺。那每一年啊，实际上这几年已经开始是看他贵高僧的活动，他已经变成很多全国的年轻人用来这个所在共同来归定假顺。啊，所以当公这个活动办得真成功。啊，所以嘛感谢建德宫所有的当干事，大家为着要迎接全国的人，也做了很多的筹备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要求平安，每一年都到来我们布袋的破坡的建德宫